诸位同学，我们接着学习华藏世界品风轮寄诵的第二首，广大悲云遍一切，舍身无量等尘刹，一息界海修行力，今此世界无诸垢。经文意思很深很广，正说是讲整个的华藏世界。我们学习一定从最小的地方做起啊，像一个家庭，一个道场啊，这个家庭小道场怎样能够做到清净庄严？这一首偈就教导我们了啊，在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家长，家长是一家的表率，儿女从小看父母长大的啊，儿童的模仿力量非常强啊，这就是所谓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啊，从小养成习惯，这叫家教啊。所以做父母的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要有警觉啊，这是下一代的榜样啊，凡是不善的不利的决定不能在儿女面前表现了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啊很随便，无意啊，小孩有心，他这个印象落下去了。在团体里面啊，团体的领导人，我们这个学会啊会长的领导人呢、啊，领导人。就跟家庭里面家长一样啊，我要这个团体好，首先自己要好啊，这个团体上上下下都看着你啊，你是个榜样啊。啊，我们前几年啊，每个月到香港来讲经，时间虽然不长，我们的总标题啊，总题目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所以领导人就是要做师做模范这个影响力很深很远，不仅仅是这一个道场的好样子，你要晓得这个道场做出了典型，做出了模范，会影响别的道场
那是无量的功德了。你为这个世间所有学佛人向往的中心呢、想看看学佛的样子，一定到你这里来学、一定来看看你，你是榜样吗、你是典型吗？你想想看这多重要。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要学得像啊，要像佛菩萨那么样的清净啊，要像佛菩萨了那么样的平等啊，对待一切众生啊，清净平等就是大了，所以大慈大悲呀、大是什么意思？你的慈悲是清净的，你的慈悲是平等的，这个叫榜样，这叫典型啊！修自己就是主持正法，修自己就是庄严国土。我们对于自己起心动念怎么能不检点呢？怎么能不留意呢？古大德常常教诲我们，修行要从根本修啊！什么是根本呢？起心动念是根本。我们凡夫不知道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既然主持这个道场，那就不能不把是非善恶的标准搞清楚。我要不搞清楚，我怎么能教别人？道场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众生能不能得佛法利益，完全是这一个领导人呢，是他的责任呢。那个教化功德是他了，不是别人了。他要懂得教化不需要自己亲自去教学就像一个学校，他做校长，校长不一定跟学生上课，但是他负的是教学的总责任，教学计划是他安排的，课程是他安排的，老师是他聘请的，他聘请老师来执行他的教学，帮他教学，所以佛门里面这一个道场的主持称和尚啊，别的人不能称和尚啊，和尚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清教师，就是他亲自主持教学的人，他所聘请来帮助他的真正给他上课的阿舍离，
不能称和尚，称阿舍利啊。我们在这一个道场，这个道场领导人会长是个居士，他在这个地方呢，他称和尚啊。我们在此地，我们不能称和尚啊。只是现在一般社会啊，对这些称呼已经不懂了啊，所以搞错了。古人懂得了啊，哪一个负责主持这个会后这个会务教学？这个人是和尚啊，出家人在这个会里面讲经说法，是会长聘请来的、礼请来的。这个出家人在此地也是阿舍利的身份啊，那称他和尚，那是对他尊敬啊。他在此地不是和尚身份。也就是说像学校里面学校校长是和尚啊，校长聘请所有的教授都是阿舍利啊。佛法这个名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和尚负总责任，教育的成功功德是和尚的，教育学失败故事是和尚的，教员只负责这个课程，只把这一门课程教好他就没事了啊，其他的不是他的事情，他无需要过问啊，请你来上过文课，你把这个过文课给我上好就行了啊，请你来讲这部经，你把这部经讲好那就可以了啊，对佛法负责任，对众生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是会长啊，不管教员啊，教员是会长请的啊，你觉得他不合适你就不要，你解聘嘛，不要再聘请他嘛，你觉得他教的不错，教的很好啊，你可以继续聘请他啊。那么在一般啊，过去我在台湾的时间比较久啊，在台湾学校也教过书啊，台湾学校这个教员跟这个学校聘约是一年啊，这一年教得不错，下一年学校还需要你，他又送一张聘书给你一年是一届啊，聘约是一年的啊。那么在外国这个学校里头啊，有三年的啊，三年期满，如果学校还继续要聘请你啊，就继续再聘啊，如果不聘，这个三年就期满了，你就离开了。所以教员的他这个责任很小啊，他只是一个科目啊，校长责任大了啊。佛法的兴衰不在讲经说法的法师啊，在道场的主持啊，道场主持如果是真正明达
真正能够负起教化一方的使命，他一定会去找好的教员，找好的助手那么看我们的道场，道风学风，像净土宗我们都是修净土的，一定呢去厘清对净土经教有修有学的这些大德们无论是在家出家，请他来讲经这个领导人会长他有很多事务上事情他要管理，他要应付他没有时间呢，他一定要请这些大德善知识来教化这一方的信徒，教化这一方的众生，这是他的责任。他要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他的过失。就好像一个好的校长，他为了学生培养优秀的学生，他一定去聘请很好的老师每一个学科都会聘请到对这个学科有专长的老师来教导学生，成绩优异这个校长办学成功所以学生感激是感激校长政府社会的奖励也是奖励校长，不是教员我们一定呢要明白这个道理要在这个地方学习教育，长时间的，永远没有间断的佛法的教育，生生世世过去无始，未来无终这是佛法教育你修行成佛了，成佛之后道家慈航来教化众生这个里面个人的缘分不一样，要知道做一个道场的主人一个道场的领导人那很了不起佛慧具足他有大福报他有大智慧这个道场里底下的工作人员我们一般讲常住之师他们所修的总比不上会长会长佛慧具足他所领导的这个班子这些执事，有的人福多慧少，有的人慧多福少，慧多福少的当教员，
福多慧少的当知识，福慧具足的当住持啊。这个道场怎么会不兴旺呢？但是事出世间的事业一定要知道，自己做得再好，如果后继无人啊，自己将来往生了啊，这个道场就衰败了，你主持这个道场的成绩等于零啊，一代就完了。啊，你看看世间法里面，我们看每一个朝代的帝王，啊，你看那个开国的帝王，他一登基，第一桩事情，啊，大事是什么事呢？立太子。培养接班的人呐，这个事业生生世世永远传下去，叫大事业。所以佛门里面，这个真正有修有证的啊，这些大德们，他们要传法了。同样道理啊，培养法子啊，古时候培养的方法是在讲经说法里面去发现啊，听众里面，在这个里面去发现啊，观察听众，无论是在家出家，头一个是道德了，有道德有智慧啊，这个智慧里面要观察，第一个是记忆力，第二个是理解力啊，记忆力好，理解力好，又有德行，方丈和尚啊，会把他选拔出来，培养他做接班人呐。啊，你们要读《禅林宝训》，你就看出来了。啊，古人对于这个接班人的培养是怎样的用心？啊，怎样的护持？这个是续佛慧命，大事业，弘法利身是小事业，续佛慧命是大事业。在我们佛门里头，你看每一个宗派代代都有传人，传人是这样培养的。那么在这过去，祖师大德们虽然他住持这一个道场，大部分呢他自己也讲经，那是大的丛林，大丛林一个大学一样，他不止一个讲堂，他有好几个讲堂，他请了很多法师，这个法师的名义叫首座和尚，代表方丈叫分座讲经，就好像可以开我们教室很多吗？开几门功课，学生专修。
由这个首座和尚来代表方丈和尚来教导他。啊，这个首座也是阿舍利的身份。啊，就像这个大学里面的指导教授。啊，他不是校长，指导教授。这个身份地位也非常高。啊，要培养人才啊，从前没有办培训班呐，没有办佛学院呐，啊，代代传人是从听众里面选拔出来的，选拔出来训练他了。啊，最后一个阶段分作讲经。啊，我们今天讲的佛讲，讲小作。啊，听老师讲了两个小时了。到第二天，啊，早晨，被选拔的这个学生上台，把昨天老师所讲的重复讲一遍，所以他的记忆力要好啊，你要记得住啊，要能理解啊，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啊，你只有写笔记。啊，不像现在了，有录音有录像啊。啊，你还可以能够多听几遍呢，从前没有啊，完全靠自己的记忆。啊，所以记忆力不好，理解力不好，就没有办法学经教。啊，但是老师最重要的还是重视你的德行。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啊，没有德行，你虽然记忆好、理解力好，也不会娶你。啊，第一个重德行啊！啊，事出世间法都是如此。孔老夫子教学，他是四个科目啊，头一个就是德行。第二是言语，第三正思，第四文学。啊，夫子当时教导的四个科目啊，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呀。啊，把德行排列在第一。那我们现在的观察，啊，现在标准降低了，至少。你要观察这个学生，他守不守规矩，他守不守法，啊，在佛法里面来讲呢，哎，他持不持戒，啊，但是现在一般道场方丈主持自己本身做不到，他不敢要求别人。啊，这是我们佛门这个水平素质一落千丈的因素啊。啊，今天真正大善知识，无论出家在家，要救救佛教啊！你要发这个心呐，啊，你要挽救啊！挽救从哪里救起呢？从德行救起啊！啊，中国这个江泽民先生提倡以德治国，啊，我们今天佛门。
也要重视这一个指导原则，以德行教啊！啊，没有德，佛教永远不会真心起来。啊，佛家的德就是戒律。所以我们今天自己要学啊，那个受戒是形式啊。啊，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导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这是特别在这个时代教导我的一个原理原则。啊，戒律我们怎样去修呢？做学一条做到一条，真正做到这一条就守了。啊，不杀生的戒，不但对于一些动物，不能够杀害，连伤害他的念头都不起啊！绝不令一切众生因我而生烦恼，这个都包括在不杀生这一条里头。众生因我而起烦恼，我就错了。大经里头佛常讲啊，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我们纵然不能够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至少不能叫人生烦恼。如果人家看我不顺眼啊，看我就生烦恼，我就看到他，我赶紧躲避过去啊。为什么呢？不让他生烦恼我们有没有做到呢？啊，所以哪里会有一个念头去障碍别人啊，去破坏别人的善事善行？不可能嘛。啊，别人对我不好，我要持戒，要忍辱啊，修忍辱波罗蜜，修持戒波罗蜜不可以报复，这是持戒啊，不能够有丝毫怨恨的心、怨恨的念头，那是忍辱啊。啊，如果我们做不到，那就犯戒了，就破戒了，德行就欠缺了。你怎么能成就呢？十善业道经上最重要最精彩的教导啊，是佛讲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何等为因？为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
后面还教导我们，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个样你的善法念念圆满了，不许可有毫分不善夹杂，这个是大戒。我们要认真学习，成就自己的德行啊！诸佛如来如是啊，化身菩萨如是啊。如果我们忍不过，心里都还有愤恨，你没有学佛，你不是真正的佛弟子啊！真正佛弟子，依教奉行啊，佛怎么教我，我一定要百分之百的把它做到啊。初学的人百分之百不可能啊，啊，从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慢慢进步啊。啊，如果进步到90%、100%，你智慧开了，你心定了，心清净了，清净心生实相，生智慧嘛。《金刚经》上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嘛。”总是要真干。特别是道场的领导人，时时刻刻要反省，要检点啊，天天要改过，要自新啊，知道自己的身份使命啊，你是来教化一方的，你的责任比谁都重。那个不是儿戏啊，你的功德也比别人大啊。如果你疏忽了，你的过失加别人多少倍啊，所以这个舍放下是没有边际的啊，舍身牺牲奉献，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啊。我们服务的项目最主要的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断恶修善，离苦得乐。自己要做不到，怎么能帮助别人做到啊？不仅仅要做这一个道场所有大众的榜样啊，还要做这个世间所有一切道场的榜样。这是佛陀的教诲啊。现在我们讲多元文化啊，不仅仅讲是佛教所有一切道场的榜样，还要做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宗教道场的榜样都在这一句舍身无量等刹乘啊，是来做示范的一系界海修行力啊，都是将过去式的修行成就现前清净庄严啊，这个世界的清净庄严呢啊，清净庄严不使
偶然得来的。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听清楚，要看清楚，清净才是庄严。如果这个里面没有真诚、清净、平等、慈悲，那个庄严，你要是细心去观察，俗气啊，现在人讲这个新的名词也很好，磁场啊，那个清净的磁场啊，跟那种富丽堂皇的磁场不一样啊。世俗这个庄严，如果这个庄严里面这个注重心地都是清净、平等、慈悲，那个磁场完全不一样。如果只有形式上的庄严，没有实质的心行，你会看到它俗气，看到好像是很好看，里头没有灵性。有外表的形式，没有实质的内容。啊，我们从这个里头细细去观察，你才晓得佛菩萨的教诲、圣贤教诲啊，无比的重要啊！啊，如果有实质上的这一种清净、平等、慈悲，纵然没有任何外表的形式，显出真正的庄严。像古时候，佛菩萨教化众生，根本没有任何建筑物啊。多半在山林。讲经的人坐在树下，听众围绕着一圈，那就是道场啊！啊，如果我们参与，那个磁场是真好啊！这个就是讲的重实质，不重形式。所以形式不重要啊！那我们今天建道场，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不需要搞这个形式的，为什么呢？浪费许多人力财力，这个是没有必要。我们的房子能够住，能够遮蔽风雨，建得坚固一点，使用的年代可以长一点，不需要搞的那些艺术啊！你搞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做事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就是一个好简简单单的教室，在这里上课教学。研究讨论，互相警策，互相勉励，共同学习就好了。我们的设备就是图书仪器，这个是必须要用的。我们搞这些，绝对不搞什么雕梁画栋啊，不搞这些。
啊，那么现在有许多，这个这是富贵人家也一样，啊，许许多多艺术品来装饰你的房舍，啊，我们不需要，啊，道人清净为主，啊，到人家墙壁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们这里面只供几尊佛像就可以了，啊，那必要的时候，经典里面仅次的句子，啊，我们写几张挂在这，常常警惕自己，勉励自己，就够了。六根接触的境界，全是教学。使我们一切时一切处不离圣贤的教诲，这个就是很理想的修学道场了。饮食我们懂得越简单越健康，那我们居住修学的环境同样道理啊，越简单越庄严呢，清净庄严啊，心清净，身清净，环境清净，回归自然，最健康的啊，那叫真实的庄严。我们不能不晓得，啊，这个里头的理很深，事很繁杂，我们都要能够掌握住，啊，不能造业，啊，错花施主一文钱，不是罪就是过，有意的是罪呀，无意的是过，罪过总不能避免呢，为什么？不是圣人吗？啊，决定不能避免，但是一定小心谨慎，使这个罪过要减到最低的程度，这样就对了。知过要改，要改得快呀，啊！古德常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这个两首偈都是讲的因果。啊，我们从这里来看，世尊因生呐，啊，所以他的果殊胜，没有这样的生因，哪来殊胜的果报呢？啊，不种善因，哪来的善果呢？我们要想立一切不善的果报，一定要把不善的因行断掉啊！啊，改往修来啊，断恶修善啊，我们的前途自然是一片光明。从第三首往下都是讲的果相了。我们学教最重要的是读到因就知道苦，
看到果啊，就知道因。请看下面第三首，放大光明遍诸空啊，风力所持无动摇，佛藏摩尼普贤师如来愿力令清净。这首句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放大光明智慧呀，我们的智德一定随着心量拓开。大乘经上佛说，心包太虚，两周杀戒。我们修学大乘，这一个科目决定要学。为什么呢？你不学，你跟大乘法不能相应。就是个念佛人，天天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了，能不能完成？不一定。为什么？往生的条件，你看《无量寿经》上讲的，三辈往生，往生正因，这《良品经》上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八个字啊！你念到一心不乱，你只有后头一句啊！你一心专念呢，上面发菩提心有没有呢？菩提心是什么呢？心包太虚，两周杀戒。你的心量小，不能包容，你念得再好，你修只得五十分呢，你还少五十分呢，不及格，去不了。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你仔细看看，你看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啊，再仔细看看现前念佛往生的人，心量大，能包容的啊，不记别人过失的，那个肯定往生。心量小，不能容忍啊！别人有对不起他地方，记恨在心，这种人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没有菩提心放大光明遍诸空啊，这是大菩提心啊。菩提心肯定与智慧相表里。内有智慧啊，真正觉悟了，明白了，心量自然脱开了，没有界限了。随人发心，心量大，心量为什么发不起来呢？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没了解啊，他怎么能发得起来呢？所以帮助一个人发菩提心啊，最好的教学华严啊，多华严，只要你认真学，一定脱开了心量啊，一定能够包容一切法啊，这经上处处时时
都在这里说嘛，我们在这里熏修嘛，一遍一遍的熏修。风力所持无动摇，这个风力要记住，表法的意思就是你的活动。你的行动啊，那么我们再说的贴切一点，你的起心动念，你的言语造作，风力所持啊，无动摇是你的智慧啊，是你坚持经典的教诲啊，我从早到晚起心动念，一切这个行为造作，我坚持遵守经教。就像善导大师在《上品上生章》里面所讲的啊，观经啊，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一定照做，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念头都不能生。这叫无动摇啊。啊，佛教我们不杀生不偷盗啊，不淫欲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决定不动摇。现在时间到了。